而家啲玩具咧做得越嚟越真噶啦，好似咧啲假蜘蛛啊、假曱甴咁样啦，象真度咧非常之高噶，随时吓得死人噶。咁啊，细嘅动物容易做，冇谂过咧，大到连外院嘅动物咧都可以做到100%象真，吓到人咧可以报警兼 call 埋野生专家嚟捉添。详情交俾李思欣去讲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思欣。一只一米长的鳄鱼咧，喺礼拜三闯入英国普利茅斯一间住所的花园里面，女主人见到咧，真系好惊啊，仲要大叫添，咁啊即刻拎起个电话报警啦。警方咧就接到电报咧，就联同当地嘅动物园、野生动物专家到场。哇，犀利啦！准备好网啊、曝光啊、防暴盾，所有嘅道具，谂住捉佢。就系双方对峙期间，咦？大家都发现，无论点样向鳄鱼淋水咧，佢都冇反应。哈，等我哋行近啲睇下先。原来发现呢只鳄鱼系一个象真度极高嘅吹气公仔，唉，真系虚惊一场。